今天在开车的时候，我母跟我孩子说特斯拉的透明天窗日头太大会拍黑，所以在车上就把雨伞吐起来。我不知道要怎么去说心里面这种感觉，你们可以感受一个已经满33岁的老母看到她三岁外的孩子做伙做这么白痴的事情，我心里面的感觉除了口角这两句我没什么谈可说的。你在车上吐雨伞这个事情当然是爱等落雨的时阵较对啊。等一下，我有事情，我先走。在哪里啊？桌上，看一下桌上。桌上，有。看到文件了哈，那你有看到 Windows？ Windows， Windows 就是窗口啊。Windows， 叮叮叮，有。帮我打开 Windows。打开 Windows， 好。打开了。然后帮我把文件丢上云端。丢上云端啊！对，丢上云端，丢。谢宝贝。哎呦我的妈！喂，老板。那个明天来拍。喂。喂，你干嘛挂我电话？明天那个要拍影片。我没有挂你电话。不好意思。嗯。老板的车来了，不是，这是谁的车？我去确认一下，是老板的，好像是老板的车，现在153了，跑我，不是。老板的车来了，发现有人举报，这是谁的车？去确认一下，是老板的，好像是老板的车，现在153了，跑我，看这个，怎么是？